大家好，我是玩具探索生活的凯莉。今天我们要来探索一下猪猪的秘密，猪猪滑板车还有公主小房子。那么现在探索开始。我的房间要是粉嫩粉嫩的该多好呀，还有房间里面要是有多多的玩具该多好呀。小凯莉这么郁闷，看来我应该带她去趟梦幻岛了。我这就去给彼得潘打电话。凯莉，彼得潘，凯莉，彼得潘，快出来！啊，什么事情啊，小叮当？我正睡觉呢。有一个叫小凯莉的小朋友，现在特别郁闷，我们快带她去梦幻岛吧。什么？居然有这样的小女孩，我打扮一下就出来。小叮当，我们去哪里呢？跟我来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做这个吧。哒啦呀！好的，那我们出发吧。走喽，耶！你好，小凯莉。哦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凯莉彼得潘。你好，凯莉彼得潘。我听说你很郁闷，所以我要带你，哈，去美丽的梦幻岛。真的？嗯。嗯，好棒好棒。你会做这个吗？要去梦幻岛的话，必须得做这个。啊，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没有我的。对不起。那么我们再用一次魔法吧，神奇的国度。耶、哇！好，来了。那么小叮当，你站在这里。小凯莉，你跟着我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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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开心呐！耶！哦哇！小凯莉，快来！好的，等我一下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！哇哇哇哇！咻！一一二一一二，呀，到了！也到了！当当！小凯莉，欢迎，这里就是梦幻岛啦！哇，这是我日思夜想的粉嫩。哇、哦、小凯莉，房子里面你想要的所有东西都在。真的吗？嗯，快进去吧。佳佳、这里就是梦幻岛啦。哇，我想要的粉嫩粉嫩玩具都在这里呢。小凯莉怎么样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幸福一点了？嗯，我现在实在是太幸福了。那就好，为了纪念你来到梦幻岛，在这里面挑一个喜欢的玩具，我送给你。嗯，真的，我喜欢这个、这个，还有那个，能不能都给我呀？都要吗？嗯，好的。还有，回家的时候，加，穿上这个漂亮的粉裙子吧。哇，真的太谢谢了！哇，好漂亮！小凯莉，在你到家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些玩具了。我得赶快回家了，小凯莉，再见，再见。小凯莉刚刚来到梦幻岛就回去了呢，我也要去小凯莉家玩，等我一下。